难点就是小，一个是目标本身小，第二个呢就是你选择高价值的目标，它有一定的风险性，它挑战性就在这个地方。Not just funny, it's funny and also 这个科目不仅有趣，还让我们获得许多经验。我们必须去选择好目标。我们选了蜘蛛、海贼等。该科目将严肃和乐趣结合得很好。